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伟。那么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玩王国保卫战哦。来了，我们已经通关了所有的关卡嘛。那接着，我们应该可以来玩新的关卡哦。目前有三个，好不好？感觉比一代少一点，可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少太多啦，因为我们也是有110颗星的嘛。所以说，我们大概这个游戏会有22关哦。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海龟港。在过去几个星期，离奇失踪的事件让水手和渔夫都开始警觉起来，越来越多的船和人在附近的海域莫名其妙的消失。我们位于海龟岛的海龟港驻军向我们请求协助，虽然目前不确定这些失踪事件到底是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在背后搞鬼，但沿海的村庄都已经危在旦夕。国王让你带领应急舰队把这些新出现的威胁调查个水落石出。好，我们直接开始。然后呢，我换一个英雄好了，因为我们这个英雄也蛮等的。我们这次换一个新的龙好不好？火龙，黑龙灰霸齿，感觉都超屌的。我们再开始哦，Go！又有新的剧情了，是不是？Trickle 煞啊，Trickle 煞，你好，煞他依旧美，好吧，对吧？跟昨天都一样。有什么需要报告吗？没有，能被分配到岛屿守卫队是我们的荣幸。好多怪怪的海怪出现了！我们龙会飞哦，好猛哦！这样子在地面的人应该打不到我们英雄啊，感觉他不太能砍人呢。我们有一座枪塔，是不是？有一座枪塔，还是加攻速的。那我们先把这座点满好了，还可以叫这些鹦鹉帮我们投炸弹，我不点一下，来，我们直接开始。然后这里还有一座，是不是？哦，有一座是从水路啊，应该说敌人会从水路来，对不对？感觉有点难哦，我们这样打看，然后这鹦鹉也点满，这样我其实不确定打不打得过你知道吗？我其实不知道打不打得过，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试试看啊。然后这一座我点一下好了，我觉得一定要防水路，你看还行吧。那个我有龙炸，应该是敌人没那么容易被突破了。龙回来一下，龙回来一下，帮兔，因为龙不能坦伤害啊，所以说。这些小兵会直接抛下我走过去，蛮麻烦的。然后这里还可以训练海盗哦。海盗的话，我们该要叫吗？还是不用？先不用叫好了。我们先把那个鹦鹉轰炸机这个给点满，先只用他们给的塔哦，先只用他们给的。这是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是什么？炮艇1000滴血。这麻烦的，1000滴哎，他会下来这里是吗？还是怎样？啊！这是帮谁的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这是干嘛？这是干嘛？这是干嘛？炸死他！炸死他！我的陨石雨对这个没有用是吗？哦，沉掉了，沉掉了。有点怕的、啊，这个什么鬼啊？来，我们鹦鹉炸弹点一下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长生菌哦，长生菌。下一波这是什么？鱼人猎手。这关有鱼人哦，等下我要爆了，我要爆了，我爆了。等一下，完了，不是啊，怎么会输？等下重来，我觉得这样打可以啦，可是我不应该把陨石雨拿去炸那艘船哦。好的，观众，我目前守到这边哦，那我这一座是没升的。接着，因为我记得我的技能点是弓箭塔点最多嘛，所以说我就是打算加一堆弓箭塔来守了，这样子应该守得住。然后接着可以下一波了，鱼人猎手，看他要怎么走，应该还是一样就走过来，他是新敌人，他会捕杀人类，然后能够投掷渔网关我的小兵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不要叫小兵就好了吧，不要叫小兵就不会被他绑啊，轻松好不好？有没有？可是我想被他绑绑看被绑绑看好了，你会绑吗？他感觉没什么用的感觉啊，很好打的感觉啊。我其实觉得这关好像不会很难，虽然说我目前才走三波，应该没什么资格讲。不过这关感觉真的没有很难。然后他也是无甲的，所以说我是轻松打的。下一波是一个弓箭手，这弓箭手对我也没威胁吧？我们陨石雨先炸，然后下一波应该对我也没威胁吧？我觉得。然后弓箭手，然后下面上，然后又有这个炮艇，这个炮艇我知道是干嘛的啦。他就是会丢炸弹打我的小兵哦，各位看这边有没有？可是他其实他没有骷髅头，所以他跑过去死掉也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而输掉，
所以说还行啊，还行。哎，不要再炸了好不好？他到底要炸几点的？我还虽然说我不会扣血，可是我还是很不爽，一直被他炸哦。妈的！然后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硬哦！我允许炸这里好了。啊，我的龙怎么死啊？我龙被弓箭手射死哦。难怪我想说怎么兵都走过来了。天哪！哦，我们的龙复活了、哦。来这里再盖个弓箭塔，反正我们就是全弓箭塔，看能不能守啦。我超喜欢弓箭塔了，自从最后一关来了之后，我就超喜欢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怎样？我觉得我这边要架弓箭塔哦，这很麻烦哦，他会走这个地方哦。这我完全没有料过，没料到这里耶，有点麻烦。要在这个岸上解决他哦，不能再让他往下跑了，有点麻烦啊，这个鱼人。他不知道会来几只。如果来很多只的话，我会很难打。应该是还行，我们龙升等了、欸，打一关了也就升等了啊，还不到一关啊！停停停停停，陨石鱼有拦到，有拦到，有拦到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哼，吓死我，差点我要输了。哦，不过应该是可以赢啊，下一波是一堆长生军什么鬼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可以打。其实我弓不应该盖这么后面，知道吗？我盖这么后面是怕他会从这个地方走，这个地方感觉有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才架这么后面哦。但我根本就懒得鸟他。哎、欸，这个能不能把他打死啊？弓箭塔打一下吧。我感觉这个地方也要加强哎、欸，这个感觉点满也蛮强的、啊。不过我们还是先以弓箭塔为主吧，弓箭塔先生。欸、我的龙又死了，我只要每次遇到弓箭手，我的龙就被射死哎、欸，因为我都没有去注意到，你知道吗？就死了。欸、我感觉要爆了、欸，这边守不守住啊？陨石雨先砸好了，不然感觉守不住，真感觉守不住啊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这些人，我、哦、好像打得过哎、欸。来了，下一波，下一波鱼人猎手上面开始也有、哦，那我们这个点满好了，迅速填装点满，因为迅速填装的话，打上面的鱼人应该是蛮好打的。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啊，这波好多鱼人哦。哦，他这里跑太快了吧？这鱼人超快，而且他一次出超多只哎，这麻烦，我会输哦，我会失手，我感觉这里会失手，可以吗？守不住哎，会跑过两只，不过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哎，这鱼人打不过哎，这鱼人超猛哎。血太多了，弓箭塔打不过。哇，所以说我不应该加一堆弓箭塔啊，蛮亏的，这真的蛮亏的。好啦，那就不加弓箭塔就不加嘛。好的，观众，我们目前又守到这边了。我这次改变了策略，我叫两队刺客，这样子打这个猎手应该会比较好打吧。然后我在这边盖了那个阵阵塔，可以来哦，要不要直接烧这些鱼人啊，把他们烤成鱼肉啊？这样他们走过来，基本上就威胁会小很多。然后我现在有陨石雨哦，我应该可以稍微保留一下陨石雨、啊，好像也不太行哎，可能还是要直接炸、哦，直接先炸好了。然后到时候他们走过来也会比较好打，有没有？没有没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把他们烫成烤鱼，其实还是蛮好打的哦。然后鹦鹉炸弹真的蛮强，你知道吗？他会帮我丢炸弹，真的差很多。然后我觉得我这边也要点一下哦，因为鹦鹉炸弹其实还是蛮痛的。他会一直丢啦，应该说他会一直丢。他只要有跑回去，然后他就会飞出来一直丢，蛮强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一直丢？而且好像可以移动蛮远的吧，所以说我觉得鹦鹉炸弹很强。只是这边要加点油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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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一只被跑过去嘞、欸！哎，我直接失手嘞、欸，搞什么？哈哈，我直接失手是怎样啊？虽然说被跑过两只而已啦，可是有点亏啊，感觉我有点盖的不太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不过还行啦，两只而已，两只还有补救机会。我们也去炸这里，主要是我的那个爆发不够高吧，我可能这边要再盖一个比较强的东西，或者是这边吧，要先把这个弓箭手干掉，不然有点难打啊。这边盖一个那个魔法塔好了，可是下一波是鱼人哎、欸。我想要，我在这边架个魔法塔好了。这条路的话，架那个死灵法师塔，应该可以把这些鱼人变骷髅吧？他下一波这是什么？海潮战士，利维坦选出来的勇士，他是远端攻击，
1700滴血 ，What the fuck？ 感觉应该不会太痛，好不好？应该不会是太痛。来，我们再做点亡灵塔，好痛，他打得太痛了吧？快点快点，我要盖亡灵塔，亡灵塔，来来来，亡灵塔，碎碎碎，对对，帮我叫这个骷髅骑士出来，稍微加减坦一下也好，我要加减坦一下，加油啊！我、哦、他打我龙超级痛哎、欸，有点难打。然后我这边到时候也架别的东西好了，这边架、好了，也架那个亡灵塔好了。我觉得亡灵塔真的还蛮好用的。然后这边又有鱼人过来了，下一步也太多了吧？沙漠弓箭手，也太多人了。我的天哪！哎，我觉得这一条路可能会这样走，哎，怎么办？我这个陨石要不要留一下？还是要直接炸？留一下好，留一下好了，感觉这一波我还可以处理了。早晚可以处理的话，就先不要这样。我们这样子试试看啊，试着打，然后赶快把这些都干出来比较重要，因为这不然的话，这边弓箭手会很麻烦。啊，应该可以下一波了。来，我看一下这边会怎么走。哦，他应该是直接走，果然走这里。这不妙哎、欸，给我走这种鬼地方。这只还是大只的，你知道吗？好烦哦。不过我们，我觉得我这边可能还要再干点别的东西防守，兵营好了，这边兵营要强化一下，不然雨势要直接炸这里，直接炸好了，直接炸，不然我这边会失手，因为他这个太强了。我们这边盖再盖出来，盖一个兵，当最后防守啊。我这边可能就选择圣殿骑士，因为圣殿骑士也是还蛮猛的，可以坦比较久吧，而且他还有这种鬼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很烦、欸。应该是打得过啦，好不好？应该是打得过。然后左边这边有没有轻松虐杀？下一波，我觉得我们后面的防守要再加强一点哎、欸，不然这边又很难打、欸、我们圣殿骑士往上走，然后到时候点一些加血的或者是什么的，有什么？哎、欸，这边，他怎么这么乱啊？这关很难守哎、欸，就他会有很多条线要守，很麻烦。真的麻烦那种。哎，我这边的那个死光和陨石雨炸一下，好吧，陨石雨炸一下。搞什么啊？他这个炮艇很烦哎、欸，动不动就把小兵打光，完了这边完蛋了，回来守。完蛋，我被跑过去，就因为这一边守不住，这边一座兵营不够挡哦。不然的话，就是我可能。要再架点别的东西吧，这样不够打，好亏哦。我大概知道了啦，就这边可能要架一座好，这边也要架一座，然后这边放两座兵营，这边再放点别的东西好了。好的，观众，我目前又守到这一波了，然后我基本上就是架了很多的攻塔，然后我最后这边的话想要点旋风，就是敌人快走过来，我把他吹回去，应该还不错，就是叫他重走了一只。然后剩下的地方我就全架攻塔，没有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最便宜，好不好？攻塔是这游戏最便宜的塔，所以说我架了一个攻塔，而酒技能也是点一堆啊，所以说有攻塔应该还行。目前就看你守不守住了、哦，应该是还行吧。我的塔盖了很多，应该不太可能失守才对，应该啦。我也只是猜测而已。那目前我的话，我这两座应该我也会架攻塔，好不好？反正我就攻塔全部塞满的意思啊。不管了，就是攻塔就给他塞嘛，然后右边可能会失手，可能于是要炸后面，然后火龙来后面吐一下，应该还行，应该还可以守。然后我前面哇，刺客一直在刷钱哎、欸，一直锵锵锵锵锵哎，好爽哦、喔！刺客就是爽，所以为什么要玩刺客？因为他可以刷钱，好爽哦、喔！下一波有很多的战争猎犬，太多只了吧？然后这是什么东西？海螺法师，他可以，他是重甲。可以使防御塔失效，躲进壳里无敌。重甲是怎样？我全攻塔，然后叫一只重甲的，我怎么打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他一定是很后面才出现。然后这些战争猎犬对我也没威胁，因为我有九个士兵，九个士兵基本上就不会被失守，所以他就不可能冲过来啊。哎，来了来了，这只高。然后1200滴血，完蛋了！这一只
他还会封印我的防御塔、欸，我要怎么样解掉啊？还是不能解，这东西不能解啊！我靠，允许炸死他，对不对？哦，可以哦，啊，完了，炸不好，我应该炸前面一点。他会回血，哇，他回血还可以走 ，What the fuck？ 哎、欸，你这样很没品，你知道吗？这只角色很没品哎、欸，这是怎样啊？他应该遇到人会起来吧？这角色真是太没品了吧！快刺客弄死他！我刺客啊，顺带我刺客的那个技能是点满的，所以说很强，我们刺客很强。然后接着，我觉得我们刺客再点强一点好了，因为这一条路最容易失手，兵也最多，我们要能尽量清过来。然后像这个海潮战士，基本上我们这个完全不用升的圣骑士就挡得住了，赶快搞死他好不好？这只是怎样啊？这只是不是作坏啊？完全不知道怎么打哎、欸，过来砍一下。下一波有很多，又有三个海螺法师。哎、欸，这个东西我真不知道怎么打哎、欸，完全无法哎、欸，完全无法哎、欸，这一个要怎么打、啊？哎、欸，真的是无法，无法挡，你知道吗？我可能要允许砸一下他哦，允许先砸死他好了。靠呀，他把卷走 ，What the fuck？ 啊，我输就是因为这个龙卷风，我跟你讲。垃圾龙卷风给我吹到前面去是怎样？来，我们技能点一下啊、哦！只是我现在快疯了，就是搞屁啊！就因为这个怪怪的海螺还有失手，我真的很不能接受哎、欸！第十三波我打不过，这个打不过，会被跑过两只啊！其实我这个地方我允许炸掉了，可是我拿去炸海螺，所以说我这边才会失手啊！啊、哦，这海螺要怎么搞啊？好的工作，我稍微改了一下配置哦，这样子应该是会让我们更好打吧，更好打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希望我这次打得过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发现我们这头龙有没有？它其实有一个即死技能，就是它可以直接秒掉所有的怪，所以说我们如果用得好的话，是可以直接秒掉这一次的、哦。可是前提是要控得好。哦，有，咬死咬死了，这样就很 easy 啊，好不好？咬死就好。咬死我就轻松了，好吧，接着就是想办法再守了，应该是不会打输吧？我目前这样的配置，炸后面这边好了，后面这边蛮难的。然后我们的龙好不好？来咬这个，咬法师啊！这海螺不是开玩笑的，很猛啊！咬一下，咬一下，咬一下，好不好？咬一下，那我知道你的威力啊！好，碎碎碎，咬死就好，咬死就好。然后下一波哦，上面有两只法师，应该是还行啊。我们有龙应该蛮好打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这些钱就拿来升我们的什么刺客啊、弓箭塔之类的好了。可能弓箭塔点满就会差很多。我目前感觉就这样子啊。来，我们赶快把它吃掉，赶快吃掉，好，我们就赢了。我们就直接叫下一波，因为下一波还有两只很麻烦哦，先把它吃掉再说。赶快吃啊！哦，碎碎碎，哎，没有吃到，这是怎样？这没有吃到啊！哎、欸，下一波来了、欸，你不要开玩笑哎、欸！他要变那个了哦，完了！哦，帮我吃一下，这海螺很麻烦啊！会帮我吃掉哈、啊！拜托帮吃哦，帮吃，帮吃帮吃，吃吃吃，吃一下，吃一下不会死吧？吃下哦，哎屁啦！这个吃到底是几率多少啊？吃不掉是怎样？不懂。不行的话，我们只能用陨石雨哦。它变成这个了，我们这两只起来的时候，一口气用陨石雨炸死哦。应该这样才能解了。来，都起来了，直接炸！哇，直接炸！然后这次就很麻烦了，看我们的，看我们的英雄挡不挡得住吧。真的很麻烦哦，那到底什么鬼啊？拜托帮我吃掉哦 ，nice， 吃掉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目前最后一波海螺法只有三只，一口气起来。我目前还是觉得那很麻烦，海螺法师是真的很麻烦那种哦，真的希望不要再遇到他。下一波优先咬法师好不好？拜托你 ，no。靠你了，把这法师给我咬死，再咬一口好不好？再咬一口，他也不是说很好咬、欸，他是不是咬错了呢？还是没咬到？我不知道，气死我了！
唉，总之加油啦，相信我们自己好不好？然后因为我这个图腾是有点的哦，他这个法师应该是没办法放弃的，到这边的时候是不能放弃的，我的塔就不会被封印了，所以说应该是还行，只是我目前要想办法挡住这边哦。那个小兵刺客上来打好了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后面的塔可能要升一下哦，可能这些东西都要顶一下，不然有点太难打了。哎、欸，这法师很麻烦。哎、欸，龙来咬这只，咬这只，咬这只，咬死他，咬死他，咬他，咬他，咬一下，咬一下。啊，看下面怎么回事？下面跑过去了。啊，完蛋了！我没有注意到，完了，完蛋了！我的陨石雨乱丢，会害我输掉。这样很麻烦，完蛋，我真的完蛋了。我没办法处理这个海螺。这个大力士出来一下好不好？我需要靠你们啦，帮我坦一下，这不能叫了是不是？帮我打死他好不好？打死他，我相信你们可以的，我相信你们的肌肉男是打得赢的好不好？肌肉男，肌肉男可以的，肌肉男打死他们就赢了，打死他们，打死他们，打死他们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是磨得死磨得死，可以的可以的，靠你们，赶快围殴他，围殴他好不好？围殴他，围殴这一只海螺。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，可以的。还有那个有 CD， 我们这样还是有三星，好不好？虽然说疏忽被跑过去，可是有三星就好啊，有三星就好，赢啦！哈哈，还行，好不好？还行。哇，这关是很难，你知道吗？观众，各位知道我这头拢有没有打到九等快十等才赢、欸？天哪！好，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，那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